上，跟上！跟我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元神将在 5.0 纳塔全新升级：元神内鬼混战》纳塔爆料全盘豁出，全员黑皮，人权强度卡是希巴拉克 4.0 队长不进食。元神纳塔爆料太猛了，火神双形态，一个少女一个成女，性价比拉满。 阿平也确定了例会，为了让旅行者对元神拥有更高的体验感，森宝将在未来 5.0 版本对游戏的整体画面和功能进全新升级。升级过后，与当前版本比较，这些激情体验游戏时，部分画面细节和稀小物体的精度会下降，部分特效的生效距离也会缩短。不过要真到 5.0， 相信小伙伴的设备早就更新换代了吧？元神内鬼混战，纳塔爆料全盘豁出，全员黑皮，人权强度卡是希巴拉克。 4.0 队长不进食，元神内鬼混战。关于内鬼，现在主要分三类：一类是游戏解包获得准确信息，麦打压的对象；二类是奉旨爆料，一天爆出一点点维持游戏热度；三类就是大水逼，假想自己是大舅。由于爆料的真假性和震撼性，关乎爆料者的热度、流量，注定内鬼的成名。爆料情况很可能造成这三大阵型互掐。 特别是未来卫星角色和剧情的资源越准确，内鬼的战绩就越大。三大阵型的存在，就注定了这个领域的动荡。所以这次内鬼开始大混战了，每个阵型的内鬼都拿出自己的实锤的可靠信息，而又惹来了其他的内鬼的打假。不过看戏的我们，反而得到更多未来版本的信息。纳塔爆料全盘豁出，内鬼大混战。 4.0 之后的纳塔信息爆料被全盘豁出了。据悉，纳塔的地图已经全部制作完成，现在已经在调试侦测中。现在关于纳塔的信息还是挺多的，包括在大早期登场的黑色皮肤小男孩已经确定是4星了，而纳塔世界的火神的中文配音可能是零数。关于派蒙的身份，并非是大家认为的就是天理，而是一个时间执政神的分裂体。 而有消息称，温迪同样是时间执政的分裂体。关于温迪的身份还是比较难理解。关于卡池问题，前段时间爆料，其中关于鱼人众3个进卡池的角色，包括了仆人、公鸡和少女，而且其他鱼人众都不进卡池，包括大家期待的战神队长都不进卡池。反正不进卡池的鱼人众都GG，主要是剩下的鱼人众都没有资金。 当然，如果未来麦为了流水增加其他字迹也不一定。而少女在剧情的故事并不多，只是打酱油的。关键人物是公鸡，公鸡是旅行者的舔狗，而公鸡可以返老还童，以小男孩或者少年的形象出现在卡池。关于角色问题，不用猜，大家都知道。纳塔的气候环境常年暴晒和战事连连，所以纳塔的角色是全员黑皮，带黑的很好看。 类似班尼特的浅黑色皮肤。强度方面，人权强度卡是一名希巴拉克的角色，角色建模造型是黑皮小男孩，有黑的肌肉线条还是不错的，身形可以想象为了黑皮版的班尼特。明年会出平姥姥。关于龙问题，除了枫丹的水龙，其他什么草龙、雷龙等过去式的龙都没有资金。关于卡池的改动，已经确定出了混池了。 而且常驻武器会通过礼包的形式出售，纳塔的信息就这么多，到时候随时更新。消息来源一个曾经的秀秀，他的战绩 2.0 之前的爆料从未失误过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退演了。然后再是内容，有关于纳塔的地图、新皮肤、新角色例会、火神的形象外观等等，其中有涉及剧情的散漫不发。墨尘总结了几个关键点，详细说一下。猛料其一，后续皮肤篇。 先说已知的皮肤消息 ，4.8 已经确定的有2个，泥肉和喜凉凉，而且最初提到伞兵也有新皮肤，这个没完全确定。然后是安柏和砂糖，这2个皮肤其实很早就做好了，类似于阿贝多衣服的骑士团外观，中途不知道为什么就舍弃了。另外，最新消息，新的须弥角色皮肤在制作中，猜测可能就是草神、迪西亚、伞兵等人了。猛药其二，平姥姥和璃月、阿平的例会。 其实和嫌疑一起做出来的，有一些内部原因才延迟的，所以之前爆料过的阿平的设计稿应该是真的，但是一旦延期，后面可能就变了外观了，仅供参考吧。璃月后续将有一个大地图开放，在南边海边，可能是类似于新深渊或者七圣召唤一样的常驻玩法。对了，不是璃月千年，璃月千年可能在绝域阁。猛料其三，火神拜关压轴的当然是火神的形象了。火神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形态，而不是像水神一样换个衣服就完了。其中一个是很早之前提到的少女星象，而成女形态应该是经历过某些事情之后，或者某个机制触发的。这里有详细拜关的描述。